我们把它大概看一下材质。啊，我可以单独渲染看一下。调整一下，材质的纹理看不太清楚了。把近景要表现的地方，我们把它表现好。
啊，最主要的材质，你把它调一下。还是有一点粉色。好，我们重点来调一下路面。啊，这是之前已经调好的这个路面，我们渲染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路面的调节。在雨天的时候，大多都想看到，一种情况，那就是路面是湿漉漉的，像我们这一张图片，湿漉漉的路面。更具有真实感，啊，我们现在来对照的做一下。首先给它混合材质，啊，
在这上面我也可以调成混合产生不嫩的。啊，第一层我们已经调好了。我再把第二层我再调一下。第一层我们已经调好了。第二层我们 copy 一下，路面。我们可以再给个其他的路面的材质。重新给一下。Mix。啊，找到桌面上的这个文件，啊，大家看到了，这样，石头的路面，这个，之前是讲过这个材质的，路面一，我们先来做一下。好，我们大概调一下。渲染一下看，大概这种镜面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啊，还是多一点，白色的地方是透哈，黑色地方是不透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贴图再做一下，打个 PS，把贴图再做一下。白色地方，我们
拿画笔工具，我再画一下。白色地方啊。啊，占大面积的那个水啊，这是大面积的。我们也可以用这边。可以用这边，这表达到位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反射我们给选。100%，凹凸不给，谢谢。